我乃董仲颖，志向是酒池肉林。 再来是董卓变，那董卓变打完我就可以有赤兔马了。打完应该先把横当打完吧，感觉他应该死比较早。这个跳过，大家都一样。 我已经看三次了，有烂马可以骑，可以换。哎，可以。嗯，怎么要读取？董卓，字仲颖。 出身北方西凉的豪族，在凉州的边章和韩遂造反后，奉朝廷之命前往镇压。不过，他并不是为了天下和陛下，只是为了自己才选择举兵。黄巾军在各地相继揭竿而起，陛下对此感到痛心疾首，不能让一群贼寇扰乱陛下的心绪。不仅如此，凉州的韩遂。 也与羌族联手造反，更是让人无言以对。绝不能饶恕他们的这些暴行，我们要……啊！烦死了！要啰嗦到什么时候啊？嘎嘎嘎嘎！乌鲁塞的是呢。哦，要把平定凉州的任务交给我？正是。为了陛下，希望您能帮忙出一份力。 皇帝是不在我的眼里，不过这可是爬上高位的绝好机会，这就是让天下迈向酒池肉林的第一步。董卓大人，这样做合适吗？以指挥官张温大人为首，其他官军都已经开始战斗了呀！哼，让他们自己去打好了。是啊。 让他们战斗到精疲力尽吧，那么到了最后，爷爷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。哦，不愧是可爱的小公主，我在想什么，你都了如指掌呐。那当然啦。对了，爷爷，韩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么办？要捉杀恐怖。哼，一介匹夫罢了。 只知道聚众叛乱，不过这次他倒是让人另眼相看。只要拿到他的人头，我就能一步登天了。愿意为爷爷效力，倒也其心可嘉啊。作为奖励，必须残酷地将其击溃啊！那还用说吗，小公主？哼，张温那种人能治得了什么乱？ 欢迎光临，没得买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没得买，欢迎光临。好像都有了耶。感谢。
要用马吗？果儿还没有吃醋。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对，看一下帽子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有卤肉糊饼啊，好了，都买一个。来看看能不能做料。感谢您的光临。到处都没有山菜，怪怪的。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。欢迎您再次光临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哎，有古钱呢，继续。感谢您的光临。我很快就结束了，就算了。哎，对，要装了。用九尾猪就对了。这个比较近。摸。不大适合，但是既然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不行了，是我们强族抢不走的，上啊！这是他的特殊，竟然会输！真是的，洛丹特殊的影响，太厉害了！陛下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下一个是。张温，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直接瞬移过去。哎，上面那个场还没站过，哎，那站一站好了。呀，
哎，降魔的吧？所以它只是个据点。可恶哎！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战斗暴龙座，他刚刚是讲盖亚火，啊，对哦，你配个。坑路坚守的英姿，有个大宝剑，哇，卡死了。真的假的？还没站下来。啊，好吧，瞬移过去了。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
就是此地。弟兄们，加强守卫。守卫哪里啊？这下根本无路可退。如果没人营救，那我……不打了，还要再打？我们才不会放过你！我要将你击倒，这场仗就能结束了。啊！是李俊。浴血奋战，救了我的命！可恶，真会给别人添麻烦。对，这个债一定要你加倍偿还。盖亚，不要跑！赵总，可恶，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你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真是身手不凡。大可昏，跟我们走。救命之恩，你可不要忘。哦，是友军啊，这下有救了。啊，请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吧。坚决不能放过敌军总大将。彻底铲除张文，又躲在哪里？我会用战斗来回报你的救命之恩，马腾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你跟我慢点，我赌球。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总算得救了，谢谢你。讲讲而已，又过来。我要暂时撤回长安了。好远哦。怎么可能会输？真是精彩绝伦啊！王虎，时机已经成熟，夺取兵粮库。让韩遂大惊失色吧。遵命，老夫会让敌方的兵粮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啊，这是打兵粮。对。张温怎么能让人放心？我来指挥，全军向着韩遂突击。好，来大干一场吧。防守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兵粮是战争的关键，大战超了，落于人手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
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真是精彩绝伦啊！好了，剩最后一个，又没得移动。军粮库似乎陷落了，这下就要饿肚子，干脆逃跑算了。你注意会拉弓手，这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报告，官军从后方袭来，国军受到了严重影响。没想到居然会从这边攻来，可恶，你们都要冷静应对。这是不是有乱刀？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抓紧其斗志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到此为止了，全军撤退。这里是温江，这里是被我的力量吓得抱头鼠窜了。命令叛乱的是我董仲颖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就是要这样。我也必须学习你那种残酷的战斗啊！哦，难怪董白跟娜娜武器一模一样。在满是灰尘的战场上战累的吧？等回到长安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全都买给你。平定凉州，喜欢吗？有了这场功劳，我就能挤进朝廷的中枢。这样一来，荣华富贵就享用不尽了。真令人期待呀，爷爷。来，下一个任务。董卓大人，您在平定凉州一事上做得非常好。为了庆祝此次胜利，我家主人段圭大人决定召开宴席，他会在洛阳等待您的到来，还请您务必前来赴宴。段圭不就是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时常侍之一吗？想必是看到了董卓大人的卓越表现，觉得可以利用您的实力吧。或许应该多加留心啊。哼，用不着担心，我还要反过来利用他呢。我还要借机拉拢那个家伙，好提升我的地位呀。那最好去准备一些贿赂。如果段圭认定您能为他带去利益，一样说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宝红。既然如此，就快点抽钱去吧。两个，为什么？真是贪得无厌，但这也是为了实现我的野心呐。给哦，对面的山贼收集了不少值钱货，我们直接去抢过来吧。张林是，我是张。怎么？进来，或许会有一场重。
只要到时候打响名声，就会有更高的职位补进我怀里来。酒池肉林的天下，总算是看见一条路了。这下子离酒池肉林的天下更进一步了。那个大战原来就是镇压黄巾军呢，连卢植和黄甫松也被派来了，这一点是让人有些不快。也罢，只要我功劳盖过他们就行了。那样的话，爷爷的地位也会提高了吧？当然会了，只要立了功，官职自然就会提升，还能执掌朝廷大权呢。区区宦官想使唤我，以后恐怕再也不能了。好棒啊！为了让爷爷升迁，尽快镇压黄巾军吧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我要把那群黄巾军的尸体当作迈向酒池肉林的垫脚石。只要能平息这场乱法，就能名震天下。哇哦，超多任务哎！我要消灭黄金的头部，张角。直接移动比较快啊。现在这点兵力还有点不够用了，要是能使唤官军就好了。看啊，这就是皇天赐予的奇迹，现身吧！什么？怎么突然出现了士兵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、他这些强化真的很久，很浪费时间呢。卢植。真是太不会办事了，能不能设法将他撸下来呢？哦，卢植那家伙居然拒收贿赂啊，这可是大好机会，把他的兵马都抢过来。抢过来。卢植和黄金是相互勾结的，所以他才敢轻视你这个宦官。什么？董卓，幸亏有你及时告知，我这就去惩罚他一顿。哎，这仗已经结束了吗？哦，要不喂，超麻烦的。这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好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感谢惠顾。欢迎光临，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要求安利我北照哦，立马帮帮忙。射不死。
嘿，神准呢！钓不到哎、欸，又只钓到一只。是，渎职，你竟然私通了黄巾军，难怪战斗迟迟无法结束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到底是谁在胡言乱语？我还是回去都城再听你辩解吧。你的军权就由董卓来接手吧。哟，这仗已经成功了。嘿嘿，好，再看一下。一切都和预想的一样，这下子兵力就足够我立下战功了。哎，看到一个，这个定在这边，那五等六等的那个先打他，哎，不是六等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就这个。鲁直大人被换掉了，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命令啊？听我的。鲁直不在吧？那官军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一切顺利呀，我就是了不起，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八十六的，我的马快要八十七的。是不可被打到即将来临的战斗，这是黄巾军在城里，快来人啊！大，你真手艺高强，你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哎，黄金之说，我们杀了这个人。不去，另谋对策吧。你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呀，哇！你们来做什么？不过用盖亚这个计戏，和那些士兵毫无关系。完蛋了，邺城的祭器没事吧？
对手困难。哎，还有，为什么？没事，救出百姓还没打完啊。大王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竟然会全军覆没，我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撤退！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那个吧，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太谢谢了，谢谢你没有抛弃我们不管。要过河，打过了啦。其实啊，买，每个都给它配置成一样的。高级都高级的啊，一个都不能寄哦，看一下才啊，这个来句高塔，这后面已经是越解越快的了，这现在比较麻烦，就是这些东西都要解一解。先等一下，好，就这个。
准了超乎想象，老城下依然没办法轻松取胜了。告诉将军，请谨言慎行，若被士兵听到，必会影响士气。阁下的救援，为了迅速，我俩起义，吾来协助各位吧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这在上面的，先看下面的。救的是这个，哎，一有秘密基地去买一下。这个，存是别人的没有用。哎，可以摸，可以摸就摸，才符合董卓啊。战局就由我们
负责防守。真是表现出色，简直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！小云多雷罗，长角大人一定能为我报仇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报什么仇啊？哦，八七的呢？我的妈是八七！好啦，我不肯不问就可以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这等英姿，未知英。附近有没有东西呀、啊？好，这个比较远。也不为过。打一波。有个瞭望台，瞭望台，等下来。金军的敌人走投无路，是错判了。金军的实力，没用的呀，靠把他杀掉。军官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坐骑打垮他们！队友，此地的攻防会自由战区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只能撤退了，蓝天之势越来越远了，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今后要继续努力，成为军中楷模。还要补给，所以就试试边打。终将到来，到那时，那毒主啊，我们再走着瞧吧。真是九死一生，殿下，出现的太及时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你的武勇一如既往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有一个，那再来了。呀！妈，赶快去过来！
浪费时间。在乱跑，你看那地图。哎，多张良在附近呢，那就直接过去了。投降！我是在迷惑百姓，扰乱世间。谁会向你投降啊？相信上天奇迹的我，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这就是上天级人工将军的力量。跟殿下谁才是本尊吧。真是遗憾，我是冒牌的，你根本无法看穿本尊是谁。没有办法看穿本尊是谁。鱼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今后要继续努力，成为军中楷模。一国者死。哎呀，你亮炮！接手的英姿啊。Thank you.